好意思，你的外卖。谢谢飞。怎么受伤了？刚才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下。那快去医院吧。您是最后一家，我现在就去。哎。哦，对了，能麻烦您一件事吗？这个我的车，您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我现在骑不了，我怕在外面丢了。好，我跟前台说一声，让他帮你看着。好，谢谢你。需要我帮你打车吗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谢谢谢谢。哎，等等。啊。等我一下。哦，我这儿有酒精和棉签，你先擦一下吧。谢谢。没事。那个，我自己可以，您忙吧，啊。哎。那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啊？林叔，你送他去医院吧。不不不，这不合适，我自己可以的，不能给你们添麻烦。反正我也没事儿，助你为乐嘛，好吧？叔，您真幽默。哎，叔，这车是你的车是吗？哦，车是他的。我正好想散散步，不想坐车。你赶快上去吧，去医院看看，伤得这么重。谢谢您，没事没事，谢谢了，没事。哎，那父母那女孩啊，是他女朋友，怪不得这两个人心都这么好。上车吧。哎，谢谢叔，慢点啊。哎，谢谢。